乡最近的所都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春天比生公为咱所提供的节目。哎，天气真热啊，但是呢，加啉一挂水，流一挂汗，嘛等于新陈代谢还好了吼。人讲早出门，然后啊，那爱做行亏的人，尤其是吼讲爱去田的人呢，讲三点外至四点，咱就出门啊。来做到八点外，人卡卡的，回来要来休困啊。伊嘛是整款做四五点钟，所以拢三工早趁一工就对了。较早咱的老大人拢是安尼，啊，唔然困到三乌至半昼，讲日头晒卡床了吼。啊，这就是吼，古早人的观念是很好的观念，早做早休困。啊，到厝个个会讲加减啊，忙唔免叫晒到日头咧，个会当安尼厝内底啊，工课加减做了吼。安尼嘛，等于呢吼，好棒了吼。早做也免叫掉沙，也免叫热掉，感觉工作效率就遐好。过来就是讲早时啊，早起来咱就十一点外遐就好来喏，过来困然后十一点外吼，迄个时阵呢，咱要困，困到才要我一点遐，还是十二点外，十一点外去困啊，我一点啊遐就好起来，这是算啥？咱等下讲午休不用很久，一个钟头就够了吼。真正有入眠困有去，安尼呢叫素食运作了吼，日落时钟。咱若讲该做去甲做，该休困的去甲休困。其实咱的身体啦吼，袂讲遐尼紧就歹去啊吼。来做来收听这个清净法身佛，嘛是咱吴凌云师姐所点播的，要咱空中大家好朋友，大家做来欣赏的哦。清净法身佛，咱就收听到这，一开始啊吼，咱听一段清凉的梵音，真的很棒，加上一首非常清净的音乐，那更棒了吼。
的朋友，所谓的因果，有个人讲哦，啊，咱长前的因，今日因吼，都是有成就的果啊，吼。不管讲你种稻啊嘛，同款啦，种稻啊，你几个月啊后，你都想要创啥？会当稻啊，稻穗会冻尾，啊，你有去甲管理，有去甲施草啦，吼，啊，有去甲施肥啦，吼，去甲拔草。啊，咱水果嘛同款啊，种了你就想要收成。每一个人拢同款，迄就是叫做种作嘛，是要有因啦、啊。哦，是素食运作内底。啊，咱咧种什么菜，还是什么时阵？哦，会当亚当鹅啊啦，你即马这时阵个亚当鹅啊都无效。伫咱这四季内底面，咱较早吼老的即、這个吼、哦、老大人咧种作很顺准呐、啊。什么时阵哦啊，即、這个季节就是爱亚什么菜吼、哦。啊，咱即马唔是哦，咱即马人吼、哦，伊就安尼一窝蜂的种，像即马即个火龙果又太过盛了吼。较早咱讲火龙果哇真贵，所以呢即马呢一世界吼馋。啊，就拢甲专种一挂火龙果较济，而且火龙果伊个安怎？伊个人呢，家己种一挂，啊，佮家己佮种一挂，吼、哦，啊，外口面呢，佮佮看起來，哇，火龙果那一堆只大堆安尼。所以讲吼、哦，这嘛就叫做因。咱大家拢个追求啥？追求利嘛，吼、哦，追求利，你都袂去安怎？佮普及化，即、這个物件会当进偌济？咱台湾到底有偌济人？咱国为外国进口入来物件有偌济？所以足济滞销的东西，有足济物件，是咧讲爱甲搞搞掉，安尼血本无归，这嘛是因呐、啊。哦，啊，这就叫做咱推算，算了无啥准。哦，会使种甲袂使种，有时候你已经头前面已经赚啦，咱后壁诶，准讲介绍较无好，你甲当作分享嘛，哦，分享。冇人咧问咧，问讲哦啊，梅香师姐啊，你甲看迄水果若伤济吼，啊卖袂出哩吼、哦，这敢咪是我运道歹？这个运道歹有啥关系？种作的时阵吼、哦，咱有时谈嘛像金蕉，即马金蕉嘛是开始啊，你食袂起啊喎，啊食袂起的时阵，较早金蕉一斤，我买到七十九的，迄金蕉重壳壳呢，一斤七十九块，咱买来敬神咯、哦，哦安尼拜拜。哦，你甲想，你嘛感觉贵啊，啊贵，但是都爱买啊，素食的果你就是爱买啊。吼、哦，啊咱即马八九块、十外块，冇人咧爱讲挂金蕉，无够本钱啊。咱咧好的时阵吼，唔、哦、是个位数的时候，咱唔是安尼收甲足欢喜嘛吼、哦。但是即马俗，你嘛爱欢喜心嘛，去甲菜，去甲收收落来。啊，然后呢吼，甲当作分享，你贵的时阵你有甲买啊，啊我有赚到啊。啊，即马俗的时阵，你搁买顿去食，啊，唔免开遐侪钱嘛。啊，当作分享，啊，即马个当作啥？做好事啊！啊，咱种的好物件、好水果，卖浪费掉。啊，火龙果较早一斤八九十块，上水的也搁有九十九。啊，即马准讲较俗，咱嘛个当作啥？咱赚的时阵嘛要讲赚啊！啊，好价的时阵，咱嘛要收个足欢喜啊！算钱算个安尼吼，足欢喜。即马这个时阵，你嘛要用欢喜心嘞吼、哦。这火龙果。哦，准讲较俗一俗了嘛，无要紧，大家分享嘛，因为，安个好物件，较俗落来就大家食会起嘛，食会起就大家身体健康，诶，火龙果对身体有帮助，有啊，金蕉对身体有帮助，有啊，啊，这若有帮助的时阵，往来呢对身体有帮助，那讲贵的咱已经赚起来，俗的时阵你甲讲我种着好食的物件，甲人分享，大家拢健康，啊，健保就减支付挂，啊，你敢毋是足好？你用这种心态，何谓因果报应？何谓是一种心态？所以你听你讲，哇！我今麦今年啊，遮歹运哦，因为好运你拄无到啊！你看到人咧种，你来一窝蜂就种哦。啊，好赚好价时阵，你收无到，你赚无到。今麦这个时阵，你也哀啊！啊，今麦讲啊，今麦是我运道歹，我种啥了啥？唔是运道歹，种啥了啥？咱今日讲所谓的因果，就是因为为善祸福，吼、哦、作恶遭殃，这叫做因果。啊，那种作的，什么时阵拄着好介绍，什么时阵拄着歹介绍，有时要看天食饭。哦，看天食饭，啊天若要予咱食，会当予咱丰收嘛。大家哦，讲介绍无介好，不过大家拢食会到，安尼嘛是算足好的代志啊。咱上天的待人是非常公平的啦，其实。咱正确性诶吼，恁安尼去甲想讲，啊人讲较早人定讲一句话啦，讲正规得规，正道得道，绝对袂正规得道吼，也、啊、是讲正道得规啦吼。所以讲天道诶报应，哦，各
个人是咱安尼想无唔对啦，讲因果无唔对，但是呢，人际间的报应，吼、哦，迄是较分明啦，吼、哦。咱现在讲人际间的报应比较分明，就现世报嘛。我即马破口大骂，我骂你啊！风波那起来的时阵，被人家起恶感的时候，啊，迄个时阵你就感觉安怎？迄、那个报应上紧啦，吼、哦。啊！你甲叫一句，甲错一句，啊！迄个人怀恨在心呢。有一天哦，等有机会要报复的时阵，带一挂人来甲伊精精烂烂的。你也讲啊，昨昏发生的代志呢？昨昏叫叫错错的，今日才去互拍甲大病院。这就上明显的叫做因果。迄、那个因就是你，因为你无好嘴嘛。啊！惹人怨，哦啊！今日个人要来报复，所以你互修理，啊修理甲去大病院，只是讲迄个人较粗残安尼尔。但是咱的嘴爱管理也好，嘴咱的管理也好，卖反唇相讥啦，吼、哦、啊，卖讲吼，安尼骂甲互对方呢吼，无法度落楼梯啦。有时啊，咱定讲吼，停车留一线，日后好小看。吼、哦、啊，停车呢吼、哦，要留空间嘛。吼、哦、啊，人讲入祸好回旋呐，每一个人嘛同款。人伫咱这个世间，无咧讲一个人独居我都生存呢，啊，咱就是社会，社会。好，社会呢，咱就是爱有法度应化迄个理，社会大众一旦过的理，诶，大家拢会过啦。啊，未当过的理，人就讲你无理啊。啊，所以因果报应吼，就是咱平常时啊，逐天看到的啦。你看到这個，这就叫做因果。啊，好运歹运啦，讲种五谷啦，种水果啦，吼，当时啊修行真好，当时啊修行无好，看天食饭的这个因果就无关系啊。甲好运歹运嘛无啥关系啦吼，是咱的头壳智能，也去选择季节。吼，啊人咧种的时阵，咱聊聊啊市场小探听咧，吼，会晓去做试调，吼啊用淡仔头壳，用一寡头壳，因为呢咱种出来物件绝对比人较好食，嘛去抓着时机，有时啊嘛去赚着钱，你讲是不是呢？我们人呢不要把那个因果滥用啦吼。因果是上公平的，咱个滥用，啥物拢个提来讲因果，安尼都唔对啊。因果报应，有个人是无咧相信的，但是信奉宗教的人呢，比较大家都一定相信啦，是信啥？是信讲有影咱有做，那后边拄到就是这個。前面走的路是对，后面你就得到善果；前面做的事不对，那后面所有的成果一定是错。就咱咧讲吼，啊。现在讲有人做歹代志，去国外去用引渡啦吼，引渡回到台湾是要判死刑的呢。哎，坐伫无人机顶会安怎想？即逝无人机坐倒来，入狱了后有可能呢吼，无机会去伫个吼啊，咱讲无人机顶呢吼。啊，你讲啊犯罪伫台湾犯罪，走去了外国秘甲互掠着啊，引渡回国，也许是你所判的罪就是死刑。啊，你甲想？啊，咱前因，所以咱常咧讲吼，这恶性循环啦，过来就前业并后业，这个报应是咱家做的哦。吼、哦，咱这世人现世果是咱家做，你去卖毒啦，去创啥，去卖枪啦，创啥，这种诶，有时阵你杀六亲有这个啥死刑，这你家己知哦。你家己知，你都做啊。你多忙一段时间，你嘛是要有良心的苦责。所以咱讲因果就一只，你家己接活嘛。因为咱人毕竟拢要有良知嘛，也够淡薄良心的咧。啊，虽然甲你抓无到，你伫个走路的时阵，你每天都战战兢兢，这就是因嘛。啊，你伫遐战战兢兢，伫迄个所在惊互抓到，当然用判死刑，这就是果嘛。啊，既然因种落啊，这个果绝对会走出来。啊，这世人你所种的因，这世人所得的果，叫做现世嘛。现世你都已经拄到啊。啊、为什么咱不爱去相信？我古早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无报，善恶反报。现在讲反报就是他，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才叫做善恶反报。哦、善恶无报不是善恶无报，是善恶反报。啊，以上呢，咱因果报应，因果会循环。每一个人呢，拢定咧问啦吼、哦，好人甲歹人之间呢，什么人会达成事？嗯，哎、啊，不是好人就拢爱食足久呢？哦、所以古早的人就讲一句话啊，讲吼、哦、人呢吼，愈恶的人来食愈济话，但是个折磨愈久啊，伫世间久唔是好命呢。吼、哦，啊你的身体病痛，该折磨足久的，啊看你一口气要死未断气安尼，一直该你折磨，你讲食几回算几回？问题是你的几回，敢是享受的几回？
你敢活了有意义的偌济岁？人来活了有意义，迄个偌济岁叫做德高望重，让人家怀念的人，哦，安尼食几回比较好。像低高粱的吼，伊肉底下播，你看偌济人去甲送，有偌济人咧目屎。起码伊的电视还搁咧播，啊，这种人伊敢有死？伊无死啊，伊的精神无死嘛，吼，伊的笑亏无死啊。啊，所以咱人爱做干呐，因果会循环是对的，但是要做到说有人要怀念你，有人要甲你看你的影片，你的精神都无死啊。你五六众生依然同款有迄个功能，不过肉体下部烧烧伊啊，不过呢，咱世间人也过会去怀念着伊。啊，那看到伊的影片，你嘛甲拍破啊，啊，你嘛是同款的笑，你敢有甲当作讲低高粱已经死啊？啊，迄拢是过去的影片，过去的影片你嘛是甲看干呢？为什么？所以咱常咧讲因果会循环，好人会大生死啊，歹人大生死。咱常咧讲啊，好人大生死也是歹人大生死，祸害于千年呢。为什么？不一定是好人会活得长寿，坏人才会先死，不会哦，绝对不是坏人会先死，好人会慢死，不是。咱人好人会生死，歹人会慢慢啊死，只是时间还未到呢。个人的因果债务因缘拢无同，有一挂人是立德行功。像咱妈祖婆咧，吼、哦，伊29年伊就飞升啊，吼、哦、啊，所有的心情你甲拗镜头啊算，拢无，拢足少上60岁的啦，吼、哦。但是人确实呢，吼、哦，一世人所有的功过呢，留伫这个世间，立功立德留伫咱这个世间，人伊做到啊就好啊，人等于人，等于天庭做仙的享受，伊免伫世间吼，这生老病死甲咱折磨，咱人升仙得道啊，人。29年人就升仙得道啊！吼、哦、啊，有真济吼，什么敲卡尊王啦、光积尊王、光积尊王嘛，少年人呢，啊，人伊嘛是安尼都得道啊！吼、哦、啊，所有的心性你啊看，伊得道拢未足济岁啦！吼、哦、啊，为什么？人伊功过圆满嘛，功成过满，人就要回去啊！啊，人伊回去，人伊是伫天顶呢，伫享受呢，毋是伫咱世间咧拖磨啊！啊，照你讲，好人敢一定都爱活足久吗？啊，歹人活久是因为要搁甲折磨，伊的因果还未兴哦，世间人，伊的业还未兴哦，世间人，所以还搁豆豆甲拖磨，一块一块豆豆甲挂，安怎甲挂？唔是人去甲抬了，因为着这个病啦吼，着什么病来咧开一下刀啦，啊来插一下管啦吼，要那无着阿妈棍甲开一坑啦吼，这就是叫做你甲折磨嘛。啊，天公是公平啊，因果嘛是公平，因为个人的业力甲家庭共同的业力。哦，咱今日然后行善立功积德，阿未拄到足好的报应的时阵，你嘛免烦恼，是因为咱的业阿未拄消啦。拄消的时阵，咱后边呢吼所看到的果是好的，啊，所以若无顺时的时阵吼，咱就免想安济啦吼。啊，静坐看天食饭啦吼，啊，甲歹运无关系啦哈。来，咱即马甲你讲，因果未使滥用，不要把这个也把它当作是因果。哦，啊嘛未使讲吼，啊今日伊拄到啥物代志咧不如意，啊咱就咧怪神，或是咧怪讲咱就咧拜佛的精神，啊咱就逐工，啊就逐个月初二十六，咱都拢准时去甲佛的精神拜拜，啊恁也无保庇我五谷丰收六条好事啦，吼、哦、五谷丰收六条好事，啊你也无保庇我讲安尼，我即个正济一定爱有趁钱，诶佛的精神我他较真为难呢，啊神。我都完全甲众生完完，是因为咱的头壳爱提出来用呢，吼、哦，也要自己要有主见呢，吼、哦，唔是啥物代志拢来跋杯了吼，啊，跋杯了后你有应我，有应我，我就保证你都要介绍好呢，吼、哦，啊，无好得精神吼，初二十六，吼、哦，安尼去看的时阵哦，啊，好得精神你无够兴呢，对不？安尼好得精神嘛，足为难的，你讲是唔是呢？咱明仔吼，都、就是咱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圣道纪念日啦吼。咱下早起吼，真早吼，啊，咱的师姐咧为台中专工咧吼买
吼，咱讲悔过啦吼。伊讲我明仔无闲，所以我今日提早，啊来恭祝咱的观世音菩萨成道纪念日啦吼。咱讲一点心一点意啦吼，啊一点心一点意，咱菩萨敢唔知呀？知呀，伫台中横落落呢吼，安尼呢来到慈天毕生讲透早，我未出门就看到伊提悔过来啊吼，啊这就是啥？就是说精神一点意啦吼，这个心意或传达哦，啊人呢在做的哦，咱就用天来看。今日咱咧敬心一点心，咱无求啊，咱无求伊讲啊，我今日去提悔过来拜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你来保庇我安怎，保庇我安怎，没有啊，就是因为六月十九号是观世音菩萨的成道纪念日，我是一点心意啊，所以讲哎、欸，我专工来拜拜安尼尔。啊、所以说人呢吼，敬神这点心意是咱甲神的一种啥，一种缘分啦吼，是一种缘分啦吼。啊，咱蔡美玲师姐吼，女儿嘛拜观世音菩萨为师呢吼，施荣桃师姐吼，伊嘛讲哦，啊，我要用两盆花啊吼，啊来祝福师尊成道纪念日，啊，那么感谢咱众圣。哦，咱的这个股份公司的咱的梁泽云师姐吼，也在透早的看到提回过来，让我很感动呢吼、哦。啊，真的，咱讲讲诸佛菩萨，伊最主要是讲吼，因为这个因缘，和咱会当安怎有善念善呐，一念善就会造就很好的果啦吼、哦。每一个人拢爱有念善呐吼，平常时啊，咱加减啊做，敬神一点心。不是讲爱买个足青草啦吼，啊，所以咱伫遮呢，再次的感恩咱的师兄师姐对咱这部支持个爱护。那么这对观世音菩萨是吼咱的黄师兄呢吼，伊这么人嘛已经下步了后呢吼，啊，伊调岗的时阵提来跟我结缘呢，都在故宫的时阵啦吼。黄璐老师，伊讲梅香师姐，啊，我用吼。我家己租客的这两块带来家己结缘，已经超过十八档啊！吼，我刚开始供电台的时阵，黄璐老师伊就提来，迄个时阵足善的。啊，他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病痛，应该是癌症了吼。但是呢，伊呢在灌落这块吼，观世音菩萨，伊提来跟我结缘。我一直给他保留到现在，也很感恩黄璐老师。虽然你在天上哦，还是在天上造曲哦，啊，做一挂道客佛歌，和大家来欣赏了哈。我还是非常怀念黄璐老师的哈。Oh,
观世音菩萨，嘛是因慈天必生公吼缘啦吼，啊嘛是因梅香呢吼入道因缘啦吼，啊所以讲非常感恩菩萨慈悲啦吼。但是菩萨你常常安尼讲啊，讲人生主要目标啦吼，啊你先爱个俩好准，懂得做人处事之道，照顾好自己的念头。这是拄当啊开始吼，啥物拢未晓的时阵，咱的观世音菩萨，我对阿你讲啊，修行要安怎修，要为对开始啊吼，要从哪里开始？伊讲思维会影响咱人的行为，行为会主宰着咱人的命运。所以讲，人生主要的目标，咱来想捌讲要安怎做人处事之道啦，照顾好咱家己的念头。啊，所以讲。咱要安那个行动，好，要怎么样去成长道业？怎么样去成长智业？菩萨老师，我讲教化菩萨，咱来教化菩萨。伊讲行动就是要先了解你家己，然后爱改变家己，后壁阿个也掌握家己。什么时阵拢爱我都随遇而安呐吼，功德善缘。人若无随遇而安，讲个善言，啊，过来就是讲善积诸牛。什么叫善积诸牛？咱的佛庙讲的，未生佛道，善结人缘。所以讲吼，众生需要自性自度啦吼，唔是靠幸福来度。所以定咧讲成长，咱要安怎去成长？先了解咱家己有几牛斤牛啦吼，啊，无法度。咱有足济代志吼，拢是无法度改变的，就是这种个性甲固执啦吼。有真济人无了解家己嘛，无了解讲家己的习性固执，会害到咱的前途、事业、婚姻。伊嘛无承认讲伊家己固执，伊嘛无承认伊家己本身呢，吼，这个自性已经歪偏去啊，他也不自觉啦吼。啊，人伫甲讲，伊嘛听袂落。所以菩萨来讲，足简单的道理啊，是先了解你家己，然后再来改变你家己。改变了后，你才有得掌握你家己的自性。那么在这纷纷扰扰的这个吼、哦，这个社会啦吼、哦，你才有得呢随遇而安呐、啊、吼，会、哦、当去广结善缘，去接到这个众生的这个善缘的资粮。你无跟人众生广结这个善缘，你就没有众生的资粮。所以讲，众生今日就是咱的导师，今日咱这个道场嘛是因为众生大家集资，吼、哦，啊过来就集思广益啦，吼、哦。众生真济人，吼、哦，修真好诶，来甲咱斗三工，啊，互咱有机会来维护这个道场。所以吼、哦，咱常咧讲，人来到这个世间啦，吼、哦，众生则是咱家己的贵人。一间庙无众生，是要安怎讲？要怎讲办道呢？一众生来这间庙，就是表示要你行功立德，所以众生才是咱的贵人。有了因，咱家己才会当交出到这个啥成绩单。什么叫成绩单？因为众生有求，在无形身性来办理，但是要有形的来应化，而且有形的应化来圆满。啊，所以讲哦，众生是咱的老师，道场呢，就是所有呢吼。啊，要会当予咱有成绩单，予咱感觉咱的道办了袂歹，对道场办了袂歹，总是都要有众生来行答。所以咱的菩萨也好啦，圣庙也好啦，母娘也好啦，伊讲善门爱广阔，啊，过来就心门爱大，心量爱大，就是方便门一开啦，广纳人才啦吼，广培吼，咱母娘的灵根经济。来栽培某人的灵根精智，所以呢，咱要将这个挂碍框框呢，早就要把它抛开了。咱的心才我都海阔天空了吼。所以有的人吼，惊人讲我的终生走别人遐学了吼，啊，惊咱家己的终生呢去走别间行，这是错的吼。咱常咧讲的，幼稚园啦读了，伊就会想要去读国小啦。那么国小的课程读了，伊嘛要想要去读国中。所以咱母娘甲咱讲开方便的门，广纳贤才，
这个、中继站呢，就是讲众生来来去去，去去来来，中继站，让他们休息，让他们休息，很休息，很会当伫这所在来参学，参学了后，哎，伊有机会阁晋升，咱来去祝福伊，然后来祝福伊。所以讲，入门当修啦，去者祝福，要有这样大的心量啦，吼。啊，咱啊，如果讲今日咱咧开工。咱是咧做一个庙的主持也好，供主也好，你心门这个框框，你就是成为你的挂碍，迄、那个挂碍的框框你抛不开。今仔供生去北京拜啦，今仔供生去北京二啦吼，啊，都拢爱甲降压掉咧，安尼无一定是对的吼，不一定是对的。啊，所以讲吼，咱若如果讲吼，甲供生拢牢牢的把它抓在你的左右啦吼，啊，你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人。你阁无啥物物件好教人，啊！你也耽误人一世人啦吼。啊，所以讲心爱放阔，无边无际辽阔，才会当容纳百变的众生与万物啦吼。欢心只求消业，但是呢，咱无欢性的人业障何来？所以话咱应该爱关照自心啦吼。所以人来到这世间是为了啥？为着要来了业解脱，凡事唔免计较啦吼。哎，大家拢来，咱定安尼讲，这个大宇宙啦吼，人生就是小宇宙。整个一个大宇宙，国家嘛是一个小宇宙，咱的人心嘛是一个小宇宙啦。啊，大家离开拢无离开这个宇宙啊，因为这个宇宙，你做身嘛是伫个宇宙空间内底啊。哦，啊，这个宇宙空间内底，我咱也想要去甲了解，这宇宙空间，第一次元九度空间，哦，第一度空间。哦，是啥物？第二度空间是啥物？伫阴界也好，人界也好，哦，咱爱去甲了解。所以咱人生啊，常常讲，咱会去卡着阴啦，磨着煞啦，吼。其实，人甲鬼的空间，甲无形界的空间，其实是很接近的，吼、哦，很接近的。啊，咱即嘛讲，咱的第一次元九度空间内底，第一度空间，咱常常讲阴界；第二度空间呢，讲人界，人伫大个所在叫做人界。第二道半空间的叫做黑暗道、甲明道地府、黑暗道、明道地府，啊，这就是第二度空间嘛，吼。啊，所以讲第二个空间，吼、哦，第二度半空间是黑暗道、甲明道地府，但是我们人界是在第二度空间哦。咱人是第二度空间。咱住着这个人界，就是这个世间界，吼、哦。咱讲人咧住的所在，但佫半道呢，就是黑暗道、甲明道、甲地府。啊，所以人讲吼，咱咧通往吼、哦，这个黑暗道才往明道、红道，吼、哦。啊，咱讲去地府，地府是咱世间咧办的啦，吼、哦。啊，就是咧讲到这个城隍爷府啦，吼、哦。啊，是讲咱府爷，咱常咧讲啊，管老爷咧办的所在，是咧办咱人，吼、哦。咱归管的，就是管长咧管。那么咱圣皇爷就是咧观音的，吼、哦、啊，咱的这个哦福德精神，就咧辅助这个圣皇爷，啊，这个文判武判嘛咧辅助圣皇爷，大爷，吼、哦，咱讲老爷、矮爷嘛是咧，吼、哦、咧辅助圣皇爷，文判武判搁伫身边，吼、哦、啊，所以讲大爷、矮爷、文官，吼、哦，啊是讲武将也好，今日去讲，吼、哦，咱的文判武判也好。这拢甲咱拄好离半度空间尔，所以有时啊，咱讲第一路啊，咱就去看到，哎呦，啊这大爷、矮爷出来咧出巡呢，七爷、八爷嘛出来咧巡呢，吼、哦，啊有写一个吼神、哦，啊有写一个恶，我们为什么会看得到？稍微有阴阳眼的人他会看得到，因为差半度尔嘛。第二度空间是人界，第二度半空，第二度半空间就是黑暗道、甲明道、甲地府嘛，吼、哦，啊咱讲啊搁加半度。就是三道呢，三道就是四圣六道，咱了解这个四圣六道嘛。哎，佫加一个半道，第三度半阿修罗道甲阿罗汉道。好、哦，阿咱呐讲，阿咱新鲜呢吼，伫、哦、这个欲，咱定咧讲五百年。有人讲啊，新鲜享受五百年呢，啊，这新鲜来享受五百年，新鲜是倒伫对下新鲜道啦吼、哦，下新鲜道是第四度空间了。啊，既然第四度空间是下新鲜度，咱讲，咱咧讲的是讲地仙呐，地仙、地灵、地子，过来就是咧讲啥？讲这讲，哎、欸，这妖精吼魔，
伊嘛是伫阿修罗嘛同款，阿罗汉道同款，过来就是下神仙道，即个伫要成就的啊，半阴半神的遮，爱佫经过安怎？经过吼、哦，人来招安，过来就是讲伊经过有正神甲保佑，就像咱土山的吼、哦，咱的天上星要去修御妖，哦，这个御妖就是天理眼顺王女嘛。千里眼顺龙，你本来是扰乱人间呢，那要讲个叫做魔。但是经过妈祖，吼、哦、去涂山那个修复了后，伊就成为妈祖的左右副将嘛。千里眼顺龙，你将军。所以咱第四道空间是下神仙道啦，啊，第四道半空间就叫中天道。啊，咱那里讲上天，上天啦吼、哦。第五道空间就是上天。咱那里讲啊，玉皇大帝伫上天，哎，第五道。空间内底都玉皇大帝呀，吼，好啊，第五道半空间就是下无极呀，吼，啊下无极，啊第六道空间呢就是中无极，第六道半空间叫做上无极，啊过来呢，过来就是讲第七道空间叫有欲天，第七道半空间叫无欲天，第八道空间叫做无极，啊还有第八度半空间叫做祥和天呐，吼，祥和天。第九度空间叫做无，就整个宇宙叫做无，叫做九度空间。那第一次元九度空间包含的第一度空间的阴界，第二度空间的人界，第二度半空间的黑暗道、冥道、地府，这一里安尼甲摆落。所以咱伫第五度空间伫上天，咱定咧讲上天啊，第五度空间离咱够远，所以咱讲下神仙道。在第四度空间内底，今日个咱伫这个人间，要甲鬼、甲妖、甲精、甲魔、甲怪，其实啊，人肉体下步了后，咱归伫这个哈，归伫这个黑暗道、明道，要往到这个地府、地阳界了后，咱才有落地阳呢。这是咱人第二度空间人界，肉体下步了后，第二度半空间，这个黑暗道和明道，吼、哦，要通往地府的这个明道。通往到咱这个吼幽冥，就是风都，这拢爱经过圣皇甲福德正神啦吼。啊，所以咱也是知影，啊讲啊，咱第四道空间就是下神仙道，下神仙道就是咱即马咧讲的半阴半神啊，过来行功立德的，吼，啊过来行功立德，所以这个下神仙道咧吼，伊咧修，伊就会去找啊，会去找这个灵台较好诶吼，啊这个灵，这个灵质较好诶。所以咱常咧讲哦，咱人啊，这灵格，灵格呐好，这个下神仙道呢，伊话该，伊话来该你处啊，该你处巧，伊会要该你安怎强修。下神仙道呢，不管讲伊是妖魔鬼怪，伊拢有这个功德功果，已经有修到呐，修到要成为下神仙呐，伊需要找人来行功立德啊，啊需要要找人来配合行功立德的时阵，那么呢？你就会去拄着啊！啊，拄着讲有神通，但是伊半阴半神，他半阴半神。啊，迄个时阵呢，你配合的行功立德了后，咱的主神正神啊，会来甲保佑。保佑到尾啊，伫中天呢吼，就是咱咧讲上天嘛。中天到了后，咱的上天呢，就会来招安。既然你都有想要做神啊，你有想要保庇众生，你的慈悲心有够啊。你袂搞闹这个天下嘛，袂搞闹这个人间呐、啊。你既然袂叨扰人间，你就是向善嘛。你这条灵有迄个神通，你有下愿，你要来救世。那么咱的第五度空间的上天，伊就会派啥？派将军来招安，啊，由咱人间的这个吼宫庙的主神呢来保佑。保佑了后呢，伊就成为咱的啥？咱常咧讲，咱要找主啦吼，咱家己的主公。伊呢，这条也来配合你行功立德啊！但是，伊虽然是下神仙道啦，但是进入了中天道了后，伊受了玉帝来立封了后，伊阁找有着这个啥机身，伊就差不多要来应化，要来救世啊！啊，既然要来应化，要来救世啊！啊，咱主人，咱讲，咱讲名花有主啦吼，伊就会来甲咱吹吹吹，吹到了后，哎，咱讲条码吼，啊，过来就是啥，就是咱在讲的吼，每一个条。拢有伊要行功立德的条码，过来就是哈，伊有迄个印信的咧，就是咱讲符号，好，他的符号跟你有相应，安尼伊就是你，你就是伊啊。可比讲，
咱的北极先天上帝，伊虽然是紫微星嘛，但是如果讲那是这条，伊是百多年、一两百年前，伊是人，但是讲伊是妖，伊是精，伊一直咧修，一直咧修，修到已经有这个下新星、下新星的价啊。然后呢吼，佮有受到这个正气吼的熏陶，所以上了这个中天道了后，伊想要来做神，伊配合来这个人间来救世。那么呢，这条唔是正讲的。咱讲伫个咱这紫霄岩所修出来四十二年的北极先天上帝北极紫微大帝哦，伊是以北极先天上帝的名追随伊来修炼。即嘛，这个北极先天上帝是要讲起来讲初降人间哦，拄当啊开始找着机体，伫要来救世呢，而且算第一个开始要来伫人间兴化救世。所以有时咱就安尼讲啊，咱今日去庙里所供奉的神圣，还是讲伊的这个神格到底有偌高？所以咱常咧讲哦，咱要讲啊，咱是无极的，无极的。我跟你讲，第八度半空间的祥和天，第九度空间的无，啊，咱若无极界，有中无极、下无极、上无极啦吼。哎呀，是带着啥？咱定讲啊，咱带着这闲闲上人啊，三太老祖啦吼，或者是讲吼啊，咱的皇君老祖，啊是开天辟地，开天辟地，咱讲个就啥？一只无极，吼啊，一个就是无极天父，啊，毛这个吼盘古，盘古氏，伊就开天辟地盘古氏，啊，伊是下无极，还是中无极，还是上无极？啊，所以吼，咱人呢吼。要去要去个了解，讲讲无极界到底是多少神仙在那边聚足在那里，然后到第八度空间的无极，跟第八度空间的祥和天，然后祥和天第九度的无，这就是咧讲的宇宙间隔，然后咱这个空间哦啊，所以讲咱讲人先来跟鬼也相当，有些咱来阴阳眼的人足容易去看到鬼，因为第二度就是人界嘛，第二度空间是人界嘛。啊，咱人间咧住，伫第一次元、第二度空间，啊，第二度空间咱就会拄着啊嘛。好、哦，第二度空间咱就会拄着，人肉体下部咱嘛，甲咱会拄着。啊，迄、那个轨道，吼、哦，伊嘛是伫这世间徘徊，啊，咱嘛会拄着，因为这空间拄啊半度尔。啊，咱若只要小看有这个阴阳眼的人，啊，是有修炼的人，其实要去看这无形法界，伫遐行来行去也总会，伫迄所在根本无啥物困难啦、啊、吼。但是咱即嘛是人带灵来修哦，吼、哦，较早是讲吼，啊，咱都因为较早王爷应世的时阵吼，拢爱用那钢当尖啦、破气球啦吼，啊，用这七层剑来破咱的身躯啦吼。安、尼，咱得讲到咱的神威，我敢你唔敢，意思就讲神仙有瓦体，所以也当安尼破。神仙若无瓦体，气球弹起，你唔敢去神啊。这就代表神威，那是古早的时阵，啊，民国差不多六十几年迄个时阵啦，哦，遐王爷五虎千岁，什么千岁，中段元帅是足兴盛的，叫武家。啊，那武家呢？为什么咱讲发福出自于父母？这个武家应运三十年嘛，伫某年三十八年来到这个华莲，应运三十年就差不多民国六十几年的时阵嘛。开始武家当兴盛的时阵，所有这个吼，咱讲全兴盛啊，这个五虎千岁、五年千岁，也是讲北极先天上帝关圣帝祖，这个武家呢，会使讲是上兴盛的时阵。但是今嘛呢，武娘为民国三十八年降来到这个人间的时阵啦吼，伊呢，因在咱这个吼，咱讲东部啦吼，已经把这个武元摊开去啊吼，台湾全省。拜母娘为主神的足济啦吼，啊为主神足济，啊你甲想，伊呢一甲子哦，一甲子就是六十冬嘛，啊九十八年伊就呢会当移转啦，为什么？因为咱的灵啊经已经稳定啊，台湾全省呢已经稳定啊，所以洪来仙岛守护咱六十年，即马在西昆仑徛旗啦，就是咧讲龙凤，伫要东盘全世界哦，伫这个吼西昆仑徛这旗是。交贤立书，吼、哦，福果修缘呢，会使讲是这个灵台吼，徛伫个咱，吼、哦，咱种玉山对照，吼、哦，咱个富士山，搁再搁对照伫咱这个吼、哦、西昆仑呢，伊是徛这个其实全世界所有灵源经济，因咱全世界拢有中国人，哦啊，西洋人嘛同款，他也会有灵，
所以讲机骑起了后，拢凉风东盘的时阵呢，咱的世界性的哦，都有这个啥，有这种灵会策动。中国大陆即嘛嘛足济，啊，咱即嘛呢，既然是吼，人讲东方接西岐啦，吼，啊，咱的东王公坐东王位啦，东王公也是坐伫咱东方这边啦吼，来领着这个吼，咱讲这支招仙旗啊，吼，跟招贤立书，东方招仙旗，西方呢就是咱讲西台啦。就是咱的老母呢，伫迄个所在咧办寿宴啦吼，是全世界哦，招贤纳士是全世界。啊，所以讲，即嘛即届三期末劫，那唔知影好坐即台发船啦，有功无机会吼，啊那讲吼，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但是没有一个有把握的啦吼。所以人讲，各个有机会啦，人人无把握啦吼。啊，即台吼母娘的即、這个吼寿宴发船啦吼。啊、所以咱常讲啊，八八龙花会啦，吼、哦，啊是讲咱啊，圣安宫呢，专心有咧办这个龙花会。那么呢，咱敢真正知影龙花会意义？所以咱伫遮呢，吼嘛感恩啦，吼、哦。好，咱有这因缘机会来甲大家来结这个善缘。无论讲咱是伫第二度空间的人类啦，吼、哦，吼啊，咱离咱的这个啥下新鲜度呢，真近啦，吼、哦。啊，咱要做神嘛，真容易啊，第四度呢，好、哦，咱较怕变咧。哦，上无啦吼，咱嘛我都可以吼，咱讲，咱妈祖婆都有法度啊，啊中段元帅嘛是来人间的吼、哦、来出世，哦北极先天上帝嘛来人间，吼、哦、关圣帝君嘛来人间啦吼，啊五虎王爷拢是较早东调迄边所成就的，吼、哦、啊咱讲水仙大帝也好啦，吼、哦、啊这所有的神仙，也是讲讲这尊王也好啦，吼、哦、啊来教咱做这个啥，教咱会怎吼起厝吼。哦咱就讲吼，这个罗盘公啦，罗盘公伊就教咱来凋零为风来起厝，吼，会使讲是建筑界的这个啥祖师嘛吼。所以世间的祖师真济啦吼，拢是来世间成的，来人间成的。所以人间本是吼，这个凡人世界，但是嘛是新鲜成就的人界啦吼。新鲜要成就，必然爱来行功立德，伊爱来做人哦，伊才有法度呢，看出着伊的德行。好的精神嘛是来世间，所以讲吼、哦，伊才有法度成为地府的这个啥护法，或是咱好的精神呐、啊。哦，咱讲神风野虎，哦，那是这个人要下步低用者，哦，唔只干那大爷矮爷尔吼，哦啊乌白无常，诶，一个呢，咱的好的精神的接引，哦，这就是讲吼、哦，在这个世间内底，不管身价高啊是，高啊是矮啦，哦，咱两个身价高啊是身价较无高呢。咱呢，福德精神是跟人间呢，等于跟那船长同款啦吼。但这个船长，伊确实要跟中央政府来连成一线，还是讲跟这个县政府来连成一线，还是爱管爱这个啥船里长啦吼。所以，若要选举的时阵吼，这船里长是最基层的啊，上有力的啦吼。但经过这船里长呢，哦，啊，大家拢爱来拜访这船里长。人讲官势权大，福德精神是官势权大，啊，咱呢？神风爷呢，嘛是官势权大。神风爷伊唔是官真大啦吼，那三品就算足大，但是伊权真大。人间的生死嘛就要经过神风爷，你讲是唔是呢？来进功格。昨天必胜公文做甘蔗灵草香啦吼，香油款速茶贡末小盘香普灵灯，咱若是要结缘，咱直接卡电话。恁的一份香，就伫赞助咱的节目经费；恁的一份香，就是咧关心咱昨天必胜公的道场。人讲有烧香有宝贝，那么有点香，咱就有福气啦吼。因为咱有咧做着咱讲回馈啦吼，啊来感恩的，而这个慷慨。昨天必胜公咧红道印经会也非常感恩啦吼。十方来的大德，哦，咱讲三百五百一千两千呢，来赞助了咱这摆这弘道印经会，咱的道道摆办吼，啊，会哪进行吼？啊，咱呐如果讲，伫这呢，梅香还是非常感恩呐、啊。无这十方大德、善知识、这孙呀叔这帮赞呐吼，都无慈天必胜宫道场的营运呐吼。啊，咱即嘛慈天必胜宫的道场，最主要就是讲吼，每礼拜六大家有共修的机会。
像迄天吼，咱一个哦林师姐来，你甲我讲梅香师姐，吼、哦、迄拜六强修断吼，我早时啊拢有做功课，我较早足熬感冒诶，啊足熬腰酸骨痛，即马拢袂安尼，感冒嘛足少感冒，哦啊身体嘛加足好诶，这就表示咱有咧做功课，有咧运，有咧运气就有差啦吼。那、哦、我人呢惊啥？惊咱笨蛋无恒心啦吼、哦。所以伫这呢感谢大家，啊咱甲这个。简单的广告给带过了，以上是广告，此天必须讲香品结缘啦吼，感恩。啊，然后咧讲修的时阵吼，咱有咧教着这个吼，啊，咱讲静，然后运，过来就是排毒。静就是爱把你的心源性海甲静下来，净化你的心，改变你的脾气啦，改变你的性地。把迄个头一段二十分的静，甲静下来，放空、放松。第二，咱家来修啥？咱讲修咱的丹田呐吼，然后呢吼，再来吼修足气哦，啊，过会当来通窍了吼。第二段哦，啊，咱的运气哦，吞气。那么第二段了后呢，咱再来做着这个啥？有氧排毒啦吼，就咱规身躯的这个啥邪气、怒气啦吼，啊是讲咱有一挂歹的杂气，咱为这个涌泉穴开去个排毒啦吼，排毒排完了，咱若想要做动工的人，就是讲要灵动的，吼啊收工了后尾啊，排毒了后就过一个收工，收工了后，把咱的气甲收入伫咱这个啥。吼、哦，咱的丹田就是要查甫人是下丹呐、啊、吼，这个下丹田，把这个气全部给归元呐，归元在这个丹田。那么呢，咱的乳腺爱归元在咱双乳中间的这个吼横膈这个所在，吼、哦、咱拢给收来遐，卖有恶别肿。啊，了后呢，咱来讲已经收工了后，哦，咱有想要吼动念，想要灵动的，吼、哦，爱拍气功拳呢，吼、哦，啊是要灵动回教对教的，咱拢会当安怎？一旦可以起来了吼，所以伫遮呢，吼咱这段，吼咱呢每个礼拜六的公休，有全省啊吼，北部啊好，南部啊好，有真侪咱的孙仔仔专工吼来参与咱这个吼啊灵动课，也是讲咱的单刀休息的吼。咱讲单道的生活就是要放下习气，单刀生活就是要放下咱的习气，练好咱的脾气，咱的脾气呢如何，那个单刀呢才开始呢。一旦硬化的咱日常生活了哈，单道生活就是要告诉你什么叫做单道生活，在足迹里面，单道不是用三言两语一旦讲清楚，咱必须要亲自去体验，重点是累积这个功德，以调整自我性情，才能改善健康呢。我们要摆脱吼这个重复障碍，这就是咱要知影常识。实际上呢，咱进入修炼单道的时阵。咱爱迅速的改变气质，好达到身心健全、好用，安尼才走会出来。好，一一咱只我都验证，所以单刀会当改造生命观无会啊，会使咱的生命与自然合同，好使咱的生命跟咱的自然互动与自然契合。所以讲，一个有咧修炼，有咧拜六时也有来强修，有咧修炼，咱伫厝的，搁有恒心伫修炼的人，你要先建立自然信用，尊奉自然。尊奉自然纪律，较早爬起来，早时啊五点至七点吼，啊接受自然超，吼、哦，咱讲这超能量，吼、哦，咱讲纯阳超能量与自然，啊，所以讲吼、哦，融合生命大自然共存，这是修炼丹道最高的趋势啦吼、哦。人性情呐健全呐，修丹道的人，他才能够引导修炼，吼、哦，啊那无呢，咱讲修丹，那甲丹道就无缘啦，你性地够歹，吼、哦，啊过来就是讲。咱无法度甲大自然合为，吼、哦，咱讲互动。那么咱一个人呢，啊，都固执，啊，个性阁歹。你讲你修单刀会用笑啦，吼、哦，修单刀的人，单刀是有骨巧的，吼、哦，伊必然呢，你袂使危害自然秩序的。过来就讲穿修单刀，伊是要你知影讲，这个人有改变无？他的性情有改变，他的单刀就是有进展。啊，伊若讲吼。单刀是要配合这个自然纪律为主啦，无要违反自然纪律。人类要有人主贵生的思想，甲适当的这个性情，安尼唔才叫做单刀。单刀是要咱要咱创啥？要咱修心养性的，才叫做单刀啦吼。
啊，人如果讲吼，等到你没办法接收到能量，都表示啥？你离开丹道，离丹道离足远的吼。丹道是要咱修心练性，符合自然啊，甲个性调整也好，毛病调整也好，吼习气甲调整也好，我们才能够配合丹道生活，提升自我，啊，个会当顾全咱的身心灵健康啦吼。来，今日用无量士道来做着咱今日片尾曲啦吼。没想到是祝福咱大家，会当呢吼啊，心情愉悦啦吼，生活会当健康啦吼。啊，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甲咱讲再见，拜拜。